我家的砍瓜，这一个大的，这形状挺怪的，是吧？一般，这还有一个，更大啊！去年特别大，去年的位置，特别大，我记得。哎，你记得有一次我扛着那个啊？对，大的，你妈的大呀！哎，那个，哎，我把这个剪下来给你，行不行？你自己不，吃吧。你知道为啥呢？我必须把它剪下来，把它剪下来，别的能长。要不然它不长了，而且它那个形状你不能留种子，你看它的形状不是非常好的啊。这有个这个，这样行，把那个剪下去哈。本来这砍你就瓜拿哈，辣椒去炒那个砍瓜和那苦瓜。对，本来这个长到上面去了，长特别漂亮，但是让那个松鼠给我咬过，从下面给我咬的，所以上边呢就不行了，是吗？上面我就得打薄了，就打断了，后来又咬了。你今天要不今天哪天去，我给你这摘点西红柿，我的西红柿可多了。行好，对，等哪天再说。哎，你把这个摘掉吧。这个，